南扩在一进中扩中来说，每日诵七部啊，弥陀经，佛号定数啊三千，听华严经一二片。请问这样算不算夹杂？将来能不能往生？有一点夹杂，可以往生，啊，这是肯定的，因为。这些课程的时候呢，通通是有连带关系，啊，并没有相悖，啊，这个就可以，啊，如果